又有五部，约苏勒图，约查哈尔，约萨雅克，约巴斯特斯，约萨尔巴嘎什，以头赴俄罗斯。以光绪初，俄人并吞浩罕后，西部一大半为俄所协收。其父 PG4406 进中国卡伦拥有内乡，代为守边，可记者仅千余家而已。哈萨克部有三，约东部，约中部，约西部。东哈萨克在旧准噶尔部之西北，东西千里，南北600里。东界塔尔巴哈台，西界右哈萨克部，南界伊犁，北界俄罗斯。汉康居国的也。哈萨克汉阿布赖之告顺德纳曰：“我哈萨克之有三玉兹，如准噶尔之有四位拉特也。东部者，左部也，曰厄图玉兹，谓之伊克准。中部者，右部也，曰乌拉克玉兹，谓之多穆达都准。西部最远，曰奇奇克玉兹，谓之巴罕准。左部之汉曰阿布赖，右部之汉曰托卜科伊，西部之头人曰都尔逊。初，阿布赖城准噶尔平，遣使往谕阿布赖头城是阿木尔撒那叛走哈萨克，阿布赖纳之，我兵进败其众。阿布赖大会密计请阿逆以求臣于我，会阿逆顿归准噶尔。22年，阿布赖以其兵30000助攻阿逆，陈情谢罪，奉表请内附。后阿木尔撒那奔俄而死，阿布赖乃擒其党俄部，祭其巴罕以献其别部和吉博尔根及喀拉巴勒特，并率其属30000户来赴。24年以后，屡遣使朝贡，并赐官服，宴赖如例。右哈萨克在左哈萨克之西2000里，东界左部，西界塔什干，南界布鲁特、安吉延诸部，北界俄罗斯，东南界伊犁。亦汉康居无小王的也。其汉曰阿布勒班比特及阿比里斯，其巴图尔有三，曰土里拜，曰辉格尔德，曰萨萨克拜，而土里拜时专国。朕乾隆22年，左部阿布赖继臣服，请召右部会参赞大臣傅德方以兵所逆贼哈萨克西拉至右部，使土里拜方与塔什干交兵，为平之，乃下。于是土里拜一军门，纳款奉马，进表请归附。23年以后，屡遣使入朝，恩赐宴赖如例。其共道军由伊犁以达京师，今则自中俄定界后，哈萨克已分属两国矣。安吉延亦大宛国地，喀什噶尔西北500里，西至浩罕380里，其共道由回部以达京师。乾隆24年，将军召会 PG4407 习欲挟秦逆回或急战，其伯克以逆回位置比境，即专使月请入境。25年，伯克托克托马哈莫蒂等来朝贡，赐宴赏赖如例。马尔嘎朗在安吉延西180里。乾隆24年，伯克伊拉斯呼里拜律属头城纳木干在马尔嘎朗西北80里。
其地东北与布鲁特杂处，东晋于河即为塔什干地。乾隆二十四年，与浩罕同时书城内附。塔什干在喀什噶尔西北1300里，汉为康居大宛的唐支十国也，居平原，有城郭，人民奉回教，与哈萨克同以三和卓分辖其众，约莫尔多萨木什，约沙达，约土尔战，就为准噶尔基属。莫尔多萨木什者，哈萨克所治和卓也，土尔战逐之，与哈萨克构兵。乾隆二十三年，参赞大臣傅德追捕哈萨克沙喇，至其地，遣使往复，均于莽格特城外待之，使土尔战方与哈萨克战和尚，因欲以木林守土之意，皆感悟士兵，和好如初，乃遣其属莫尼亚斯奉表求内属，曰：“臣莫尔多萨木什供奉御，因若开古美，蠢资边末，敢被外藩，枉或有二心，尽以准也。”而时木札布献之阙下，外臣草莽既沾甚荣，功服一训，同归互貌，永永无极。而时木札布者，阿木尔撒那兄子也，弟友而遣之。土尔战役共马称臣，遣子入境。塔什干治世自通于中国，列藩陈焉。嘉庆中，塔什干父浩罕，为浩罕八臣之一。同治三年，俄人以伐浩罕之师夺塔什干，开西尔达利亚省，于是塔什干部遂亡。塔什干居那临河流域之中枢，扼中亚细亚通道。那临河今又名西尔河，西北流入咸海，由塔什干西南行，于西尔河至萨马尔罕，又于阿姆河分入印度、波斯，北出阿伦布尔厄，越乌拉山脉达欧俄，而东行可至伊犁河以通中国，故俄人至土耳其斯坦总督驻之。塔什干山泉畅流，其乞尔乞河、卡拉苏河、安嘎连河皆发源雪山，灌溉农田，得以五谷，故人民常有余粮，树木丛杂，多果木，以蚕桑而棉花产而有巨云。 PG 4408。 巴达克山在叶尔羌西千余里，居葱岭右偏，由伊西尔库尔西稍南行，渡喷赤河至齐国，有城郭，部落繁盛，户十万余。其裘戴红毡小帽，束以锦帕，衣锦毡衣，腰系白丝绦，黑格低。其名人帽顶至四葫芦，边饰以皮，衣黄褐，束白丝绦，黑格低。亦有用黄牛皮者。妇人不冠，被发双垂，衣子毡，与男子同。齐国富山险，田地愚美，住世以居，耕而兼牧猎。乾隆二十四年八月，回求伯罗尼都，获及战兄弟拜奔巴达克山，复得律师至其地，以伯罗尼都获及战逆状遇事八求速尔坦沙，令秦县十二贼窜入巴达克山之西克南村，鬼称假道，往莫克族国，大肆劫掠。速尔坦沙赴伯罗尼都，而以兵攻获及战于阿尔浑楚哈岭，
或即战退保其纳尔何，不能之，伤备及辱。擒之，求于柴札部。柴札部者，系囚处也。素尔坦杀遣使一军，门头款，且报秦二贼。复得令献俘，进军瓦罕城以待。是时温都斯坦方以兵临巴达克山，谋结霍吉战兄弟。霍吉战因通巴达克山仇国塔尔巴斯，会谋谢素尔坦杀迁霍吉战兄弟密事，以200人为而杀之，任其国以县，并率其部落100,000户及邻部伯罗尔30,000户以降。25年，遣额木尔伯克朝京师，共刀斧及八骏马。27年，再遣使来朝。28年，共马、犬、鸟枪、腰刀。后其国为爱乌罕所并。巴达克山酋所居的约维萨巴特，在喀克察河上喷赤河自瓦罕帕米尔流入境，绕其东北喀克察河西流入之，下流为阿姆河。唐书沿杰盘陀国至葱岭富喜多河，即巴达克山地也。伯罗尔在巴达克山东有城郭，户30,000余，四面皆山，西北则河水环之。乾隆24年，即于巴达克山痛内附，遣其陪陈沙伯克等朝京师。27年11月，伯罗尔伯克沙呼沙漠特贡建府诸物。29年，贡匕首。是时伯罗尔与巴达克山旅构信，沙呼沙漠特起源于叶尔羌，都统新筑遣谕巴达克山尊曰 PG 4409数海服罢兵。至是沙呼沙漠特以所保匕首进贡谢恩。34年，又进谕双匕首。伯罗尔人别一种，住世而居，有村落，无文字，与诸回部言语不通，唯衣帽则与安吉言相类。人皆深目高鼻，浓姿绕会，男多女少，恒兄弟4-5人共一妻，生子女次第分任，无兄弟者与妻礼共之。土半沙鲁，故其人苦贫的多桑，取圣报甘为粮，饮山羊乳，以马冻为酒，称其囚曰比，以人口为赋税，生子女纳其半，卖于各回城为奴婢，值颇昂，每口值80-90斤。后亦为阿富汗所并。阿富汗即爱乌罕，其国北界布哈尔，南界比路支，东界印度，西界波斯，东西2000余里，由巴达克山西南行约700里。利伊瑟克米什、班因、查里克尔诸回部，月因都库什山至喀布尔，其国都也。因都库什山者，葱岭山脉右旋之之，以里而西，名伊兰高原，其地波斯处其西，而阿富汗处其东。本纪兵故国分七大部，首曰喀布尔部，内属部七，曰冈大亥部，内属部四，曰摄氏当部，曰艾拉部，内属部二，曰欧坡部，内属部三，曰艾乍尔部，曰加菲利士当部，内属部七，西与波斯接壤，有沙气于皆沃壤。其气候高地多寒，近低地则热，物产
果木、棉花、甘蔗、烟草之属，人皆土著，业农，无游牧，工织毛布。著名西域，户口约500余万，分24族，每族聚居一的，皆自治。其长之身将，则听命于王焉。其人勇猛，朴诚出天性，以抚循。乾隆24年，大军追讨霍吉战兄弟二贼，欲假到巴达克山赴阿巴酋中盗妖而杀之。其属有奔阿者，告以情阿酋爱哈摩特煞将心师，巴酋素尔坦杀惧，路以御赐登及中国文起。阿遂罢兵，且遣使密尔汗携80来纳款，欲窥中国虚实也。二17年，入贡两马寺，马高7尺，长8尺，是为回江最西之属。PG 4410。国时阿富汗出离波斯独立，自称算端，是张胜六清印度。北印度大半为所掠。艾哈摩特煞死，国人争利，纷扰者数十年。道光6年，德斯托摩哈美德起兵喀布尔，统一阿富汗。艾哈摩特煞玄孙西耶素的逃印度，求避于英。19年，因印度总督奥克兰德攻阿富汗，取甘陀罗、哥吉宁，遂献喀布尔、傈僳的为阿富汗王。阿仁彦素的并起决英军归路，英军败，德斯托摩哈美德人重定。29年，始与英和，英之有事于阿富汗也，俄人灭布哈尔，次第南侵。英人以阿富汗为印度藩篱，抗之有力。光绪间，帕米尔分疆之一起，英人复以保护阿富汗为名，出而干涉帕氏矣。帕米尔者，葱岭山中宽平之地，供回族游牧者也。帕的有八，其中皆小回部错居。乾隆中，大部隶属中国，羁縻之始伏爵。爵后以北、以西稍稍归俄，以南小部附于阿富汗，东路、中路则附属于中国。于是帕米尔遂为中、俄、阿富汗三国平分之地。出帕米尔，南于英都库什山，即达印度，故俄人尽力经迎之，而英人亦遂即起而引为之备。英之为阿珍，即不斥为印度真也。初，乾隆24年，高宗平定回江，穷追贼首至伊西尔库尔，三战三捷，遂产大功。高宗御制碑文勒明闹尔，西域图志所指为喀什噶尔西境外地者也。当日喀城边卡西境之玉斯屯阿喇图什卡仅80里，西南之厄波勒卡仅120里。道光间，钦定边卡西至乌帕喇特卡120里，西北至喀浪圭卡150里。待光绪间，克复新疆，刘景堂使增设七卡于旧界之外。15年，又设苏满一卡于伊西尔库尔闹尔北10里，是卡距喀城1600里，最为调远，仅以布鲁特回人守之，未驻兵也。因使之出一分怕也，我国严拒之，未允其请。继而俄兵拦入怕的，我国则其称兵越界，
而人即引咎退归。光绪十七年，因兵 PG 4411入砍巨蹄，逐其头目，其意在去于怕的也。新疆巡抚洗马队巡历边境，屯于苏满。十八年春，俄人来延怕的围中，俄两属未经勘界，中国不应驻兵。总理衙门遂电江府退兵，而人留苏满卡伦。俄父请进撤新设诸卡，然后勘界。正相持间，而因人因守阿兵突至苏满，携鲁不回而去。俄遂进兵与阿人战于苏满，其东队则游弋于狼库里湖、阿克塔什、渐进喀边。总理衙门书言：我国先驻苏闷之兵不早撤回，则俄阿战事将自我起之，转南收束。阿虽战地而是至俄兵，蛮处相争，原可不必过问。但其东轻轻逼近边境，颇为可虑耳。盖阿富汗自乾隆后朝贡不通，久治之度外矣，致事复一见焉。二十一年，帕米尔借意始定砍巨蹄，即甘竹特，在叶尔羌西南约1500里。自叶尔羌西行入葱岭，至色勒库勒之塔什库尔干及普里也。由是西行于尼若塔什山口，又西南至塔克敦八十帕米尔，为八帕之一。由是南于瓦呼罗特、明塔甲两山口，西为英都库什山，东为穆斯塔格山。出山口顺棍杂河南行，又顺河折西底棍杂，即砍巨蹄都城，城兵棍杂河北岸。西域水道纪延、色勒库勒，在叶尔羌之西800里，为外藩总会之区。自色勒库勒西5日程，约黑斯图济，又西南3日程，约甘竹特，即砍巨蹄，亦闻意耳。乾隆二十六年，其求有黑丝楼者，使内附及叶尔羌办事。大臣新著奏称，甘竹特伯克黑丝楼遣子共京者也。其人皆奉马罕默德回教。其部落东西宽20里，南北长600里。两山夹立，广大峻霄，中有大河，围入南疆要隘。坎布名著河西，河东则哪格尔所属也。棍杂城大约3里，城北有大山曰温吉尔，河曰崇代雅，所辖村庄25，城中居民2000余，其在各庄者约5000余人，城乡大小头目140，土产牛羊马匹，无布帛，尽衣毛褐，五谷诸果俱备。敌国有犯境者，名 PG 4412即为兵，选精壮者出关遇之，人皆业农，不纳粮，不征税，为遂与其求耕敛而已。每岁供中国杀金1两5钱，派之民农户收麦12斤，畜牧家则户收羊羔以以及此款，无他徭也。共始至朝廷赏大段两端，其共至宣统间不绝。道光间，克什米尔国王热吉苦罗普散令其将部釜山率兵犯进，夺砍数麻云卡，砍求下兹排尔败之，追斩7000余名。克什
米尔遣使媾和、年与坎求洋银1500元，元重2钱5分，坎求以马二匹、细狗二只报之。人未入贡客食米尔者，望也。同治四年，克什米尔国王令就贝尔萨在犯境，坎王爱赞幕父战败之，盖至是克什米尔以四犯坎数矣。光绪间，俄兵入帕米尔，因人闻之，率兵至纳格尔，并袭坎，具提修平道路，被兵进帕地。纳格尔守抗因，坎求助之。十七年，因人败纳格尔，直抵坎城，塞必德埃里罕战败，携眷属前遁，因人遂据其地。先是塞求斯与俄通，上将书押解约俄夺占帕米尔，修筑堡垒于黑兹及牙克、阿克素穆尔瓦、苏满三处，并建营于包子滚败子，以扼要冲。俄人复书报以金币1000元、金丝呢不珠或6坨、快炮6杆。塞求悖逆无信，不恤不重，且狡而好利，屡挑衅因，俄以求会，视其不为示范。其父目歪，兹尔素执兵权，同恶相计，不明皆深计之。至是律其众500余人将奔俄，塔敦80头木窝斯满及众邀之。张宏筹居诸色勒库尔，吕谋突臣出不得，后解审机进时有7年，四父安置库车，其子米泽拜尔及家属男女52人，均编著沙车热瓦其庄。塞求之外产也，协从之众悉送还部，并欲斥塞求之地买卖提哀资木代理砍具提头目，以安民心。初始英法一笔大臣薛福成与英外部商定派员会力砍求，其书略云：中国回疆之外，向有羁縻各回部，唯自咸丰同治以来，中国内寇不进，魏皇远掠，俄国既以兵力吞并浩瀚，不PG 4413，鲁特、哈萨克、布哈尔诸回部，而巴达克山、鲁善、什克南、瓦罕诸小部，则皆服属于阿富汗。尔来阿富汗为英属国，英之大势轻轻由印度北向，有与俄国争雄之意，而中国西边之外，岁日已多事。坎具提一步进喀什噶尔，南界在葱岭以南，觉得纵横数百里，户口约近1万人。近年蜀回之入贡中国者之此一步，盖及新疆时略之甘竹特，一统于图吉实现书之喀楚特，同因而意义也。因之印度总督遂贴坎具提经费，以助彼整理防务为名，使引收其内政之权。去年夏秋间，坎具提已有赴喀什噶尔告急之举，则以英人驻一炮台抚临坎境也。本年正二月间，迭成总署电信以英兵侵坎具提，其头目连战不胜，虑其众逃逸卡外求援，臣以起信情节结因外部寻知因兵修筑一路直贯坎境，北抵新都哥市大山，亦在扼此隘口，以渡俄众南侵而保印度门虎。其头目新师拦阻，为因兵击败，据其所居之棍砸臣。臣与英乡兼外部尚书沙利斯伯里误商，据称并无灭坎之意，亦无阻
砍入共中国之意，知以砍求罪恶甚多，轻慢因官，不得不是矣。臣谨也。臣与总属殿商，因砍求声名肃烈，是难必使重定。其不计系两属之国，与专属中国者又稍不同，知可酌就外部之词与之理论。外部语言闪烁，其初次存砍之说既甚犹疑，而必欲据砍之心则甚坚韧，幸而窥彼隐情，颇以讹艳方章，即思联络中国，不欲敛怨树敌，臣的就此设法搓磨，因廷敬称选的就求之地买卖提哀资目，可为砍具提头目，拟请中国派员会同因缘行封利之礼，已由总署电告新疆巡抚选派妥员前往。臣与外部商定宜节华园，因缘共为一班，克什米尔系因属国，未赐印稍居后行礼之期，初定在18年闰6月23日，现展至7月25日，届时彼此和中妥办，即可阐释。新疆巡抚陶摩及伪富康县知县田鼎明、都司张宏筹前赴坎部，会同因缘热部深，更立买卖提哀资目为坎具提头目，封立宜节华园居右。 PG 4414，因缘赐之，因属克什米尔委员居左稍下，星球右赐之。张宏筹宣布皇上得意，赏给大段，欲令共京兆旧陈进，政府不明，无任飘掠，其求西府守听命云：坎布国于山谷中，重峰叠眼，道路险绝，中有喀喇阔鲁木大冰山，10至11月积雪甚厚，以长毛牛赴囊驼而行。明塔夹山口高14400尺，路有巨石，盖古时流冰所经的也。初山口里许有一流冰，过此即一行，在于树涧，两崖壁立，顶有积雪，至米斯夹，居人皆达尔达回教布木，有室炉，村葛为宝，垒石为之，性强悍，以寇超为俗，然皆求所使所结获，物大半归求，四出飘掠，或远至库车雅尔山脉下垂如水流，其间土教于美，竟怕苏又一流冰，其容处高8000尺。光绪15年，因人杨哈斯班游至其部，砍求言：我受上帝命，亲断父母死罪而杀之，并杀其兄弟，投于山下，遂见事为其背逆如此，或为其地立国罪骨，待周时曹奴氏之所居，慕天子传庚辰，寄于阳水新寺，入于曹奴，曹奴之人献天子于阳水之上，阳水即棍杂河，山海经岩，阳水西南流，注于丑图之水，金棍杂河发源因都库石山，西南流至极乐极特城，东南入印度河，丑图为印度转阴，丑图水即印度河也。